一个小小的惊喜，我送了一个惊喜。啊！变化哇！这蛋糕你欧总的变化，半糖跟哇，是蛋糕。那这一次听到他们的从编曲一直到制作人的一些安排的方式，还有 rapper 在里面是谁？泽言，泽言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我听到我就非常感动，完全很新很新的，像一首完全新的歌曲一样。所以我就跟制作，因为我不想要太有自己的意见。我觉得会给他们认为倚老卖老，所以我就反问制作人说，你需要或想要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我也想要知道说，在我这个年纪啊，在年轻人心中的你的电话，当时的24年前的我可以变化成什么不一样的样子。那个小小的惊喜，我准备给你惊喜。啊，电话哇，蛋糕你欧总的电话，饭堂跟哇是蛋糕。我因为我其实对新月姐的印象呢，是小时候看那个终极一家。哦，对哦，所以那个熊狗就是我心目中乌拉巴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大粉丝，所以近距离，所以是近距离看到就是熊狗，看到新月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兴奋，很像妈妈一样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妈妈，就是有那个从电视里面的偶像。然后在那个出来的感觉，其实刚开始听到要跟新梅姐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对我来讲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本身就听过这首歌，然后也很喜欢，对，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，就是哎呀哇，终于可以跟新梅姐合作唱这首歌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